小红居然把蓝胖子气得要回娘家，一天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，不受他这气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让他俩一天跟仇人似的呀？这哥俩因为抢烟膏又干起来了，那打得直冒烟。殊不知远在22世纪多拉美和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俩人各干各的饭，互不打扰。赤秀抬屁股就把他带回来，正巧看到大熊被欺负，回来找蓝胖子，看他那一样撅屁股，知道他要拉啥屎。没办法，自己选的货，气死也得宠完。见此场景，赤秀也没法去接他。蓝胖子的职业生涯也才刚刚开始，你们也和北妹一样想拥有同款蓝胖子吗？金莲送客，观音走好。